每天早晨起来之后十分钟，我们做十个动作，我们会受益一辈子。这个动作非常的好，我们做完之后从头到脚的感受只有我们自己的身体知道。好了，我们闲话不多说，先点赞收藏起来，我们一起来做吧。动作一，我们花上一分钟的时间把手给搓热。第二个动作，我们去做一个干洗脸的动作，一分钟。好，第三个动作就是干梳头，我们先从中间往后梳的后脑勺，再从两边梳到后脑勺，梳一分钟。第四个动作，我们伸出剪刀手扶着我们的耳朵，一前一后上下的推，这样去推一分钟。第五个动作，我们去搓我们的鼻子，一分钟，左右手轮流的做。第六个动作，做一个干洗眼的动作，一分钟。洗完之后我们的眼睛会非常的舒服。第七个动作，我们去搓我们的脖子，两个手交替的做，搓上一分钟，搓到微微发热。第八个动作就是扣齿，我们先扣两边的，再扣中间的。第九个动作就是揉腹，一分钟。第十个动作，我们垫起脚尖，双手往怀里抓，这个动作非常的重要，希望大家把它收藏起来，分享给你的家人，让咱们一起来锻炼吧。